不会啊。那你是觉得我胖了？假如有个穿黑丝的女人坐在你腿上，你会动心吗？当然不会。你为什么要让别的女人坐你腿上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分手了，你怎么办？当然是把你追回来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我没说要跟你分手啊，是你先问的呀。你竟然开始对我不耐烦了。我没有对你不耐烦啊。那你知道错了吗？我知道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哪儿？可以不爱，可不要欺骗。我是想说我哪儿都错了。好吧，那我原谅你了。我最近失眠，所以脾气不太好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你都不关心我为什么失眠。亲爱的，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变胖了？没有。镜子里看到了呀。你下次不要这样看我了。没胖。可我觉得还是要减下肥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减肥。你曾经说过会支持我所有的决定的。你想减就减吧。我就知道你早就嫌我胖了。亲爱的，你没胖，你的身材进可攻退可守，无论苗条还是丰满，在我心里你都是最完美的。但如果你想运动一下，保持更健康的状态，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，简直无懈可击。肚子怎么了？睡觉轻松，现在我累了。来，亲爱的，我陪你一起运动。下楼还嫌楼下投诉不够多吗？静静香本人好瘦啊。我再也不敢了。美美颜配你妈呢。啊，这个中秋节呢我们就不放假了，我们先把这个业绩先。我接个电话。是不是应该融入一下氛围？真是如坐针毯呐。下地狱阎王肯定割他舌头。是我说的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时间真是白马跑得快呀。大家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接下来我们来复盘一下上个月的数据。静静，把电脑借我用一下。No problem。马屁精。谁给我倒杯水？我。电脑密码呢？我生日。啊？我怎么知道你生日？那是多少？2001年10月10号，还有一个月不到。其实我挺喜欢手办的。我好像也可以。啊？我包的话，我可以紫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月的业绩啊。我最近在考律师证。啊，好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姐妹，要叫救护车吗？写的什么呀？这样签合同是要出问题的。你有空就花心思在工作上。花心？不能花心的，花心都没有好结果。有道德的没有多。行了，你回去。等等，好好表现，今年优秀员工很可能就是你。好的，老板。等等，好好表现，今年优秀员工很可能就是你。和老板出差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静姐，今天跟我去见一下王总。郑重下怀。好的，老板，我准备一下。开始花心思了吧？我准备好啦。那我们就出发。这什么？这都是我准备的，万一用得上呢？我们是去见王总，不是搬到王总那里去的。拍马屁的机会来了，老板，你买新车了？没有，我就是。老板真是年轻有为，不像我们，彼此比我工资还没多少。点我了！你听我说，其实这车……我老板买车也是应该的，总好过那些租车装逼的。这车是我租的。这不是走不走啊？谢谢你好心人，帮我缓解尴尬。是不是啊？这是看上去像 KTV 的吗？这么早就开眼科啦？我已经感受到老板赞许的目光了。
上面你过来，我那么信任你，做这些垃圾给我。帮老板背锅是一个优秀员工的基本素养。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这事儿跟张总无关。今年的优秀员工，整个项目他都没管过，都是我在做。这辈子不可能是你。不行，王总，你听我解释。而且我们张总已经对你够客气了，在公司骂你的话可是一句都没说呢。累了，回妹吧。老板，我要涨工资。我给你发工资都算仁慈了。我考虑考虑。敷衍，我看你是在画饼。我在上厕所。这不是有纸不？我买点儿。要涨5000吧，谢谢老板，老板没有。5000？五千？你他妈抢钱啊！今天我要积极发言，对不起，我涨的工资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底层逻辑和顶层设计是什么。到底是谁发明这些互联网规划的？如何实现闭环和颗粒度差异化也很重要。毕竟现在逻辑还没形成闭环，我们呢要先夯实这个基础。师傅，别尿啊！这样才能有效赋能生态圈。这些教模式还真有用。是，让一招千太门，让一招千门左。又到春秋货的季节了。我还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。啊，我河南的。河南啊，会面胡辣汤，见证富士康，今天我会。那里不久前我还去湖北的黄鹤楼玩了一趟呢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西园已乘黄鹤去，这拽几句诗词是吧？此地空余黄鹤楼，黄鹤一去不复返。看小姨子跑啦，全场20块，通通20块，保上吗？老板，求你别太重，我不涨工资了。因为你这些合同只能用来上厕所了。我不要工资，我要点钱。哎，哥们儿有纸不？亲爱的，如果我把你最爱的东西弄坏了，你会生气吗？啊？就知道我在你心里根本就不重要。可我最爱的，是你送我的情侣装啊。原来你这么宝贝它呀。亲爱的，衣服坏了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再买新。你要新喜欢，我能买喜欢吗？我这就去把家务都做，这还差不多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奥特曼的手办。可我弄坏的是你的奥特曼手办。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生气。啊？既然早就已经做好了为这个家付出一切的觉悟，为什么不把奥特曼收好，给了他被你踢到的机会？亲爱的，没伤到你吧？亲爱的，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。嘿嘿。我带你玩这么久率土之滨，你以为我不懂啊？你带我，这次你还帮着东汉阵营偷偷盗墓黄金阵营呢。我要不打你，放得强吧。亲爱的，要不你把之前的问题再问一遍。如果把你最爱的东西弄坏了，你会生气吗？最爱的是你，我会生气自己没能保护好你。你在说我是东西？你不是东，你还卖